你是怎么让自己进步的呢？文文帮助我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比较好听的音域。我以前唱歌都是八个按钮的彩蝶，就是非常的高亢。然后我今天真的找那个有点痛苦，终于找到八个按钮的彩，还是有点高。对对，没有，因为我发现他的声音，当他沉下来唱的时候，他声音其实是有那个磁性的，所以我的高音的部分被他给剥夺了，我以前那个羊皮马骑的称号被你给夺走了，对吧？大部分人都以为唱得越高越好听，大部分人都以为唱得越高越好听，但当你出现一个刺耳的频率的时候，刺耳的频率的时候，嗯，什么？你的用词？小人物也有大心愿，尴尬是最难的表演。刺耳吗？对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到本我。我们还没散伙呢，还没散伙是吧？啊，行行行，再伪装一下，再保持一下。